要跟我说什么？我要听，我来看。好，准备喽！好，来，来喽！好，等一下，再见。我妈来了，准备好了吗？两位，来，预备，来喽！再见。两只手轮流，打得哥哥比较小绿，他比较小。他在家里都乱捣蛋，然后不然被爸爸骂。他在这里，那个老师很轻松。哇，你今天心情不错哦，弟弟。你心情不错哦。有时候只要看到一个东西，我心情就会结束呢？那继续敲啊！他太忙了。你怎么那么忙？